又拿了六只波龙哈，哇，爽！红彤彤的，感觉超棒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大胖。上鹏，一个让自助餐老板瑟瑟发抖的男人就是我哈。今天我跟峰哥一整天没吃饭，就为了给北京的自助餐老板上一课哈。身后的这一家哈，据说是全北京最贵的海鲜自助啊，人均800，走，波龙不限量啊，走吧。先拿了一桌子哈，这才是龙虾自由啊！我的天哪，在吃波龙之前呢，先喝一碗他们家的佛跳墙哈，不限量的。哦，热饮啊。嗯，哇，好大一个鲍鱼，还有海参。我们拿龙虾都这么拿的哈，太好棒了。嗯，在这里吃自助，你就真的能实现龙虾自由哈。啊，波龙不限量。哎呀，哇，上面呢这基本上没什么肉啊。嗯，麻辣大龙虾啊，哇，这个比小龙虾爽100倍，你知道吧？哦，好吃，哎。好好吃，麻辣口味，加上这个肉超多，哎，麻辣，好吃啊，峰哥，哇，而且都很新鲜，你看这个肉质哈，红彤彤的，感觉超棒，哦。哇，嗯，嗯，哇，这个麻辣超好吃，我等会这个麻辣的还要吃几盘啊。这个是木瓜炖雪蛤啊，哇，嗯，下一盘六只的蒜蓉哈，蒜蓉口味的，哇，真的来北京真的是太爽了，能够真正的实现龙虾自由呀，哇，嗯。哇，它这个不单单是蒜蓉口味的，还有黑胡椒的味道，好吃。能给我数一数，我都忘了吃掉了。哇，好棒啊！这是蒜蓉味的啊，还有撒了黑胡椒啊。嗯，味道真的好极了。哇！哇！但上次我有经验啊，这东西吃的也很撑人，是吗？嗯，因为它肉很紧实啊。好爽！不要停啊！这还有黄啊！哇！嗯。哦。哇！别人来这边吃饭都是文质彬彬的，我俩来就是狼吞虎咽，知道吧？
嗯，超好吃。嗯，还有这个白灼的哈，嗯，像这个白灼的龙虾哈，不新鲜的龙虾它是做不出来的。这是白煮的，看到没有？嗯，白煮的个头更大一点点。哇，嗯，哇，肉质好 Q 啊，很紧实，很 Q。哇，哇，嗯，你看，太棒了。哇，嗯，哇，巨爽，啊。看得过瘾的记得给大胖点个赞啊。哇，哇，太爽。再去拿几盘哈，又拿了六只菠萝哈，哇，爽！呀，这个麻辣我是最喜欢的，味道特别重，知道吧？嗯，嗯，哇，还很烫，大白哥。嗯，这种快乐哈。是小龙虾给予不了的，你知道吧？那边点点赞啊！嗯，哇，太爽！嗯，诱不诱人？嗯，哇，因为这个肉很紧实，把我牙都干痛了。嗯，哇，嗯，哇，嗯，拿着盘这个爆肚啊，砂锅煮，嗯。嗯，再去拿菠萝哈，再拿点烤鸭跟那个大肠，继续啊，呵呵，不要停。哎呀，峰哥，你吃这三种龙虾哈，你觉得哪一种口味的最好吃？蒜泥。我觉得麻辣最好吃。嗯，麻辣最好的，越吃越香，越吃越解决。啊，嗯，哇，嗯。白炸的也好吃，哦，爽死我了，我觉得，嗯，敬你们朋友们啊，嗯，啊，来吧，烤鸭那些是吧？烤鸭跟大肠是吧？哦，哦，有筷子，嗯。哇，这个大肠，哦哟，嗯，卤大肠哈。到北京怎么不吃烤鸭了？吃个烤鸭吧。嗯。哇。
这个大肠卤得很香，唯一的缺点是啥呢？有点太咸。啊，好吃啊、哦！嗯，超爽。嗯，哎，怎么还有个鸡爪子？一直吃不动，美女。嗯。说实话哈，就我的饭量，别说800块钱一位，1600一位，给老板上一勺，告诉你，北京烤鸭啊，沾上这个皮儿，哎，然后再来点黄瓜，再来点葱丝儿，哎，这么一卷儿，嚯，哎呀，嚯，嗯，哇，嗯。油香油香的，老得劲儿。嗯，好吃。一直吃龙虾哈，吃不饱哈，咱们来个龙虾粥啊！哎，里边满满全是龙虾肉，看到没？嗯。哦。哇，好喝。暖心又暖胃啊！啊，好吃好吃！哎呀，还来了两个特色哈，北京的牛肉饼，嗯，很脆，表皮，哎呀，好了，朋友们，这期视频拍到这里了哈。你们觉得这个800一位的波士顿龙虾不限量自助餐，你们觉得划算吗？啊，下期视频见哈，拜拜。可以吃了哈，可以吃了。哎呀，开饭了，开饭了啊！哎，这个羊肉啊，你们看一下啊，大烤全羊，嗯，都是肉，来吧，啊，大饭啊，嗯，哈喽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大饭。Hello，Hello，Hello。今天谦哥谦嫂带我们来大圣山庄啊，吃一家烤全羊。哎呦，我天哪！带你们看一下那个羊肉多大啊！你看这环境，哎，必须大牌。这是环境，哎呀，我天哪，太好了！老板娘来啊，来。这个山庄走进来就感觉特别的舒服，这个就是烤羊的。哎呀，老板娘，这羊多少斤呢？40斤。没见过东北的大炕，走，看东北大炕去喽！哎呀，这个炕啊，哎，这炕能睡10个人吧？你看这房间里边吃烤全羊，哎，多好！还有麻将桌，还有 KTV， 哎呀，呵呵，烤全羊烤好了。哎呀，哇，这个太有食欲了吧，这个。我的口水呀、啊！啊，可以下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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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吃了哈！可以吃了。哎呀，开饭了，开饭了啊！羊肉上来了哈，我们8-9个人在吃，一点都不会浪费啊，朋友们啊！头一回在东北的山庄里边吃烤全羊，口水收不住了，干干干干！那就不客气了哈，谁也别客气了，开到了啊！谁有料谁使吧。嗯，等会儿啊，我要吃羊脖啊，这羊脖我跟你讲，我就不客气了啊，来吧。啊、哦，啊，哎呦，这还有这，这个阳光太牛逼了！我跟你讲啊，哈哈哈哈，这不行，我等我再撕撕拉撕拉啊！嗯，行行行，哈哈。我第一次见到炕锅，这个真的是热的。嗯，哇，看着玩了。外面哎，这个羊肉啊，哦，你们看一下啊，大烤全羊，嗯，都是肉，来吧，啊，
大蒜啊，嗯，哇，太烫了，嗯，哎呀，不吃蒜大，香味少一半了，嗯，太香了，太香了，妈，来个蒜，羊脖子上的肉啊，嗯，来干，来干。干一个，羊脖的肉是最香的，我跟你讲，最有运动量的就是这块，嗯，外皮干香干香，里边很嫩，像配上这个大蒜，我跟你讲，嗯，嗯，晃，哎呀，这羊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逐渐的消失，吃肉不吃蒜啊，香味减一半，太牛了，我去，牙口倍棒，吃嘛嘛香啊，咱造就完了啊，嗯，嗯。我终于能够体会到那些内蒙古人吃羊肉、吃牛肉的感觉。嗯，大块吃羊肉是真香，我跟你讲。啊，我的妈呀，太香了！嗯，哎，你看，这家伙，你拿这个，你们该吃吃，让嫂子拍一下，我们也吃。我们吃香一点。哦，稍等啊，这个是怎么？那啥呀？嫂子。旋转一下摄像头啊！嗯，你看那啥，全白的。东北的蘸酱菜啊！嗯，东北的蒜都要辣一点。太过瘾了，这羊肉。嗯。啊、嗯。这个带皮的是最香的啊、哦！啊、嗯。我。嗯，流油呢。哪儿呢？你过来吧，我今天太能吃蒜了。我最记得第一回在常州吃烤全羊的时候，六七个大胖子坐一块儿，一只羊上来十分钟没有，我啃个羊脖，羊脖啃完，羊没了，我去。吃羊没有大，那次我也是，我吃在常州峰哥那家吃羊的时候，我刚吃了一块肉，割了一块腿肉下来，吃了没几块。嗯，没了，没了，羊完了，没了。羊蝎子啊，油而不腻，很脆。嗯，哎呦我去，太香了。啊，到现在我都忘了说话了，刚吃啊。哈哈哈哈哈。没事，开始说话。跟吃辣条似的，嘎嘎一嘎。嗯。嗯，这羊太肥了，真有啊，大肥羊啊！哎呦，咋整？你看我坐着，你看可以吧？哇！放这里吧。嚯！哎呦我天哪！这大胖子吃东西太香了，东北蘸酱菜，嗯，还有羊骨髓，嗯，过来，是吧？这个酱，我给你不是不是，不，你先吃，你吃的，小鱼先吃呀，我要不怕，开始往我把酒拿下来，那拍位子拍这个，不能喝呀。哎呦，朋友们不客气了啊。嗯，哇，你看这油，嗯，来洋葱也好吃，嗯，这是洋葱，加这个洋葱吃啊，真好吃，大蒜香。嗯，嗯，好、哦，是不是？太美了，这个带洋葱好吃，洋葱蘸这个蘸酱，啊、哦，吃的浑身发热啊，哦，哦，想哭，臭味很辣，洋葱巨骚，你知道吧？有点甜，哎呀，满嘴流油啊，朋友们啊！洋葱软化脑血管啊！嗯，嗯，高峰是。再给我。嗯。哎，洋葱就的那个。不要急啊。羊肉吃，东北的臭菜。啊、嗯。是
实际上他们都叫羊的，这是牛羊筋啊，嘀哩咕噜的。嗯，看，哇，羊排，很吓人的，羊蝎子，真的好，哎。嗯，这个羊太大。太爽了。来，羊排来了啊，朋友们啊，这个羊排一定得沾上这个干碟啊。那嫩啊，嫩嫩啊。大方的一个服务是欢迎的。浓那真香，我跟你讲，嗯，嗯，哇，你把那生菜拿过来，大妹子吃，过来，妹子，嫂子，谢谢。哦，对，老李真吃啊，刚刚那个南花椒，你真吃，嗯，哎呦，今天吃羊排真的是老嫩了。太贵，你那个好像有点录到你重了，你录，咱俩录完了，嗯，哦，干香的，是吧？你是不是看不起美丽姐？你们怎么都这样？还是我来叫？夫妻的日子是一样吗？你俩？敬你们朋友们，干嘛？意思呢？不光看我吃，你兄弟开心最好啊，那是好吧？吃好喝好。